来到彰化县田尾乡的窄巷古厝咖啡，仿佛搭时光机回到阿嬷的年代。怀旧复古的小物，传统的三合院与现代的咖啡店结合，时空交错的隧道有着许多古老年代的陈年物品，处处充满惊奇。每个空间的环境都相当值得细细品尝。它藏身在一条不起眼的巷弄间，是怀抱梦想的七年级老板回乡打造，利用古厝与复古怀旧的古物，建筑出一间充满故事的咖啡店。店内提供的餐点以咖啡、茶饮及松饼为主，在这里可以度过悠闲的一天。